可可群聚的好友们，大家哈共同的理念哈就是无毒栽种自然农法。那我们哈集结我们团队的力量，然后一起来分享我们屏东在地最新鲜的可可。我们可可来讲的话哈，有很多的相关的产品，有巧克力，有100%，有75%，还有可可酵母面包，这个都是哈可可的原豆下去精磨的，我们完全不抽油脂，给消费者哈能够吃到更全营养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哈也是整个原豆下去打碎，好啊做成茶包。未来可可脂我们可以拿来就是凉拌的那个佳肴配菜这样子。